电视墙这样装，30年不过时。以前电视墙都做隔山加盐板，费工费钱易过时，不如这样做。一、通刷调色乳胶漆，耐看还省钱。二、不买成品电视柜，底部都是卫生死角，而是方刚做支架，再用膨胀螺丝牢牢固定在墙上。定制悬空电视柜，收纳不止多一倍，底部离地20公分，卫生清洁无死角。三、端头预留30公分，做一组到底毛柜，顶部收纳杂物，下方装洞洞板，放家用工具和吸尘器，关上柜门不落灰。四、插座不要装外面，线头显得很凌乱，而是提前预买50管，插座隐藏抽屉中，线部外露更美观。记得搭配玻璃柜门，信号无遮挡。五、角落再做组边柜，右边放日常杂物，左边放摆件书籍。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。